第十六题，在空气中敲击频率分别为100赫兹与200赫兹的两音叉，当两音叉发出的声音传入水中后，其传播速率的比为多少？我们知道波速只跟介质的种类及状态有关，跟波源的振幅及频率无关。所以呢，我们都是传入水中，我们相同的水，我们的传播的快慢是一样的，不管它的频率是100赫还是200赫。因此我们既然是频率相同，所以它们比就是1:1。所以第十六题问我们说其传播速的比为何，我们答案要选的是 C, 1:1。